那我们来看看，很多人出社会一辈子，都抱怨的说呀，我工作很努力，也很认真，为什么人家步步高升，我是痛不欲生？人家是升官发财，我是没人理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只要你静下来思考一下。有绝多数都是因为你的人际关系不好，所以每天说啊，我的命好苦啊，我的命好苦啊。当命不好的时候，就怨天啊，就尤人啊，怪东又怪西啊。很多人都不从自己的根本来思考，所以永远记住，在第一节课我们谈到的，我。是一切的根本。我是因，我也是结果。所以，当你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先倒过来反省自己，你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人际交往不好。你只要在跟官场、跟领导关系搞不好，我不敢说。领导一定会找你的麻烦，可是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太顺利，是不是？那在商会里面，在同事里面，人与人之间，你跟他搞不好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哪件事能做得顺畅呢？到处都是障碍，各位说是还是不是啊？